四名拥有国州议员身份的行动党党员2月12号集体宣布退党，让甲州行动党一时失去四个国州议席。我定错了。我时常强调，做人不能够跳来跳去的，要原则的。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昨晚在跟马六甲行动党领袖和基层会面交流时，一起展示爱行动党纸卡。他更宣布，党中央将成立一支3人特别小组，以协助甲州行动党重夺在退党事件中失去的甲市区国会议席，以及鲁荣区、八张区和格西当区州议席。特别小组以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为首，成员包括副主席郭素庆和政治教育主任刘振东。另外也跟您预告，今晚10点，百个大家讲就邀请了沈同钦本人以及时评人许国伟一起聊聊沈同钦35载的火箭情。